我想象不到端木心里到底有多伤心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端木他没有告诉我们，是不想我们为他担心。你别自责了，现在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帮帮他。希望他能爱你多一些，希望他雨欣，端木的情况你都跟大家说了吧？他现在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但是如果怎么样，如果想要保住性命，我们需要奇迹。他一会儿要转入普通病房了，袁爱、玉雪，端木有几句话要对你们单独说。哭什么？我很感激你们能够陪我过生日。不是这样的，端木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对吗？玉雪，你要相信袁海，我知道他的心里面只有你。你们要答应我，一定好好的在一起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可以吗？说好在怀里，想念的歌谣我们比爱睁开飘上的那条街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还有几天能温暖的感觉。你怎么就这么执着呢？就在一瞬间，是怎样的错觉，雨再大也不会醒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有些人就是值得一辈子去守护的。落叶记忆中还停在你的肩，关于爱情我有太多不了解，该怎样我答应过
告别，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，一个人浪漫的季节，我怕你不错，要怎么跨越，我已经准备为人去守护，怎么让心慢慢乱转，就快要分不清是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幸福祝你生日快乐，记忆中还停在你的肩膀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关于爱情我有太多不了解，该怎样去告别，一个人浪漫的季节要怎么跨越，我怎么此时此刻慢慢这个蛋糕是属于我，就快要分不清是与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陪你走到最后，是生我换成泪光妥协，请大家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不要躲躲躲躲，快，这个需要你一个抢救，快，请让大家让一下，可不可以不要走来走去的？我现在心里很烦。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你想，端木先生认识那么多优秀的医生，如果他要是没什么办法，那这件事就……你说什么呢？小孩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这样子我很担心，而且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我相信我的好兄弟端木一定能够挺过来。姐，我们家里可不可以帮忙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端木看病？这个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跟爸妈商量，我也会尽力去找最好的医生。喂，雨轩，什么？你别着急，在医院等我好吗？姐，我去趟医院。重症监护室了，我可以去看他一下吗？你别着急，他一会儿就能出来。刚刚得到的消息，端木的病有治愈的可能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端木的父亲已经联系到一家美国的医院，请他们采用最新的基因疗法，有20%的把握。啊，20%？那剩下的80%呢？一半可能大脑病变，一半可能可能什么？你快说呀，还有什么可能性啊？如果能康复的话，大概要多久？也许半年，一年，也许还要更久。大家都别担心了，我相信端木他能挺过去的。你们都放心吧，我会陪他一起去美国。
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会一直照顾他。一起。